给你分个火吧。OK OK。现在火反杀火贼厉害，这边子弹没有子弹了。走吧，过桥吧，走吧。就把那几个车拿了。左边有个 红色轿子，然后顺着马路有个，左边有个红色轿子。你不是要蹦蹦吗？我拿蹦蹦，你们拿轿子啊？我们一样够了呀。就拿两辆吗？为什么要去做蹦蹦？就两辆吗？有的话开蹦蹦啊。后面一个人机，停一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快去动马路桥。我标记了一辆载具。你不用做，你不用做这个，做他们的吧。哦，正好有个泵啊。OK， 你开这个泵子。你给他开吧。下。过桥小心啊。中啊，你们先过啊，你们泵泵不好扫啊。看一眼吧。小心堵桥。应该没有人堵，还有65个这个线我赢麻了呀。我们要不要堵会儿桥啊？人太多了是吧？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去找个清兵堵一下。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，人机人机人机。要不要堵一下？肯定有很多人来这个桥的，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左边那个桥的。我跟你说，他们不知道是过桥线，他们没有那个东西，他怎么知道呀？对对对，我操，清晰 ，nice， 找个一手难攻的点。哎，我没捡到。小江，你打清醒吗？我好想去赌桥啊！我打呀，就是个人头。哦 ，OK OK， 那你玩，那你玩。那个桥赌不了的，何行，你跟我太危险了。那算了吧，劝说完后面山坡要来10000个人。如果他们没有这个，如果他们没有这个雷达的话，你会过桥吗？这个线你会过桥吗？你肯定不会过啊。小心啊，这里有车。刷的吧，这刷的，这刷的，这刷的。哎，但是被搜过了，不会有老六吧？不管了，走。狗混蛋。还有60这个三个点，我们要不要待一会儿吗？要不要去那个房区？这个房区去不去？黄点房区，去不去？问你们一下。那个房区有啥用？那房区低的要死。